欢迎收睇东网点评，我是奇哥。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近日透露，日本期望同情报联盟五眼联盟加强合作，甚至达到成为六眼的程度，期待联盟允许日方尽早取得关键的机密情报。究竟乜嘢系五眼联盟？日本又有冇可能成为第六只眼呢？同大家分析一下。所谓五眼联盟是由美国、英国、澳洲、加拿大、新西兰五个国家组成的军事秘密情报共享联盟。这个联盟是在二战后建立，五国通过秘密合作的方式，利用监听和各种秘密网络窃取世界其他国家情报。他的工作人员和西方媒体后来起了五眼联盟这个外号，意思是联盟是暗藏的五只偷窥眼睛。英国卫报早前报道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西方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依赖，五眼联盟有意减少对中方的需求，正讨论大幅增加澳洲、加拿大和美国生产稀有金属。而英国右派议员曾经透露说，联盟可能扩大至囊括日本，开拓战略经济关系，掌握关键的矿物和医疗物资。另一方面，五眼联盟期待从日本获得关于中国、俄罗斯和北韩的情报。日本大学教授小谷贤说，五眼联盟关注日本的卫星情报和在近海搜集的军事情报。虽然日本并非五眼联盟正式成员，但之前已经同联盟分享资讯。河野太郎则提议通过扩大合作范围，在更早阶段取得情报共享，以及获取更高密级的情报。英国广播公司文章提到，日本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它的反情报能力。日本一旦获得联盟分享的情报，怎样确保有能力防范敌国间谍，从而守住绝密情报呢？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分析，美国拉拢日本对付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从冷战结束之后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只不过以前还遮遮掩掩，以朝鲜半岛地区危机掩盖其针对中国的图谋，现在则越来越公开。假如日本真的成为第六只眼，意味着日本和其他四国交流会更加密切，但是和美国的情报交换不会有太大变化，所以对中国来说影响不大。中日关系近几年稍为缓和，但因为中美关系的对立而有出现紧张的趋势。外界普遍认为，如果日本成为六眼联盟，中日之间的摩擦未来必定会大增，而中国领导人访日的计划亦都有可能因为双边关系恶化而取消。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再会。